沈礼家的宿命，射凤行的重担，从来不应由哥哥一人来背负。此番对决，便是由这份坚持而生。王婶，春花开放的时节，我时常会做同一个梦，梦境中与母亲共度的时间令我安心。或许在我内心的某处，与家人无忧无虑相处的时光还在持续着吧。可花谢花开，终有梦醒时分。神力流的刀术，虚实相生，如露如电。心念所动，哪怕只是梦境的余温，这日复一日在胸中荡漾的温暖，亦可突破门扉，将刀刃铸就。那是我此生第一次赢下与哥哥的对决，同样也是白鹿公主诞生的一刻。在发什么呆呢，林华？啊，烟花都已经升起来了，大家都在等你。当初要揽下这些事物的可是你自己哦。抱歉哥哥。向雷神祝祷，其世间所梦皆宁静长久。明神岛的子民们，祭典正式开始。